青罗，嗯，这花送给你。徒弟，你干嘛要送花给我娘亲？我送给你娘亲花，就是不想让浩然送花觉得太尴尬。大哥，这花的名字叫勿忘我，花语是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友谊。不如我帮娘亲收着吧。徒儿，千万不要忘记我和娘亲哦。怎么会呢？送我的？这是白莲花，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。愿你变成白莲花，走出泥潭，一心向善，奔向光明。滚！我。慢走，来，几位里面请。哇，下去吧。这是秦楼今日推出招牌名菜《霸王别姬》。哇，老板偷偷告诉我，这《霸王别姬》中有一只鸡，它是藏有一块幸运铜板的。只要你能找到，便可以完成一个心愿。好说。我一定会帮金姨赢得这枚幸运铜板，让金姨心想事成。我怎么不知还有这个环节？那既然如此啊，浩然，不如你跟楠楠比试一番啊。不可。在吃鸡这件事上，可没人能比得过我玉清楠。那么，三、二。一，开始。这就是你说的调虎离山之计。我说过，要给你一个独一无二、完美的约会。啊。糕点房，就是真的、啊嗯、
好样的，金姨没白疼你。娘亲，我赢了小徒弟。娘亲和小爷去哪儿了？就是啊，他们到哪儿去了呀？将可可酱冷冻一个时辰，便大功告成了。嗯，你别以为区区几块点心就能打发我。那是自然了。所以这一个时辰，我们还要做点别的事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不会以为区区一个这个就能拦得住我吧？想什么呢？啊？啊？回味初吻呢吧？哪有？而且还是主动出击，佩服！我这还不是替你解围？感觉怎么样？别提了，一股鸡味。还说自己没回味？你就别在这取笑我了，你赶紧想想怎么处理男的那边吧。这还没怎么着呢，就已经开始花式围追堵截了。娘亲，
想不到大哥，你为了约会，竟然不惜要牺牲我的。我再也不想吃鸡了。浩然，真是苦了你了。这我也没想到楠楠的反应速度如此迅猛。既然如此，那大哥为什么不能开诚布公地跟楠楠谈一谈呢？我已经求君上赐婚，君上应允，只要我赢下四国大赛选拔赛，便可将青洛明媒正娶。所以，大哥你是关心则乱，担心楠楠不同意影响选拔比赛的状态。这凡事啊，都有一个轻重缓急。我与青洛一路披荆斩棘，好不容易才心意相通。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在比赛前，给他一个完美的约会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大哥，只要你对楠楠坦诚，相信他一定能理解。你要勇于面对，不可逃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我怎么了？是否从那一晚开始，你便口干舌燥，胸口发闷，坐立难安，时不时会想起琉璃姑娘？没有。我当初在药王岛遇见青洛，和你现在的症状一样。你呀，要勇于面对，不能逃避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琉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要对你讲。太晚了，明日再说吧。有些事我必须立刻搞清楚。这又是什么花啊？这是玫瑰，象征着真诚不变的爱。这书呆子难不成真的开窍了？看来那一吻果然管用。有什么话啊？快说吧。你要干嘛？金琉璃，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这书呆子今天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，如此直接？你想怎样？嘘，此时无声胜有声。59、60，太好了！我的脉搏表象没有达到相爱的频率。我就说嘛，我怎么会因为你得相思？滚！嗯。
别让楠楠看见了。楠楠早就已经睡着了。娘亲，莲心呢？我已经做好了。不如我们今日趁着这花好月圆夜，一起共品莲心。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心岂能发荡，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，年轮复写了几卷，一命运无常，梦在越沉越不完，明月思念为伊人绵长，就让这眼泪好强，临行时隐藏，人云过好荡，借出时光执手痴狂，纵横过千千万难，却甘愿与你牵绊，悲欢过多少聚散，相依为伴，真不放了释怀，眸光摇曳我青蓝，就算绝途我情深遗憾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看来浩然说的对，与其小心谨慎的隐瞒，还不如向楠楠坦白。娘亲果然没骗我，吃完这莲心后，我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。楠楠，你看，走，来。慢着，我们这次的目标不是兔子，它只是诱饵。那猎物是什么呀？啊，猎物来了，大公。拉弦，屏住呼吸。用心观察飞鹰的轨迹。在他即将猎食那一刻，便是他最松懈的时候。动手！哎呀，可惜就差那么一点。我记得我父王第一次叫我狩猎的时候，我也是六岁。楠楠已经比我当年好太多了。哎呀，那当然了，等我长大，一定会超过小叶，成为天下最厉害的将军。我等着那一天。哎呀，你等着瞧吧。
莫姑娘，玉姑娘，韩大哥，四煞膏的解药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辛苦玉姑娘跑一趟。没事儿，反正我也是来接楠楠。他们人呢？公子带着楠楠去后山狩猎了。那我去寻他们。不错，小叶，你烤的野鸡真好吃，不比秦楼的霸王别姬差。对了，小叶，你明日一定要好好比赛，可别给为师丢脸，一定要打败余作霖那个大坏蛋。我已向先生请假，明日去现场给你加油助威哦。放心吧，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呀？那倒是，名师出高徒嘛。楠楠，你觉得你娘亲最近开心吗？开心啊，自从来了京城，娘亲可比以前开心多了。那如果有个品行样貌俱佳且武功高强，而且是真心实意喜欢你娘亲的人做你的父亲，你能不能接受？前提是那个人也喜欢楠楠。你说的那个人就是你自己吧？如果是呢？想不到我把你当徒弟，你居然想做我爹。楠楠，我会比你亲爹更加疼爱你的。楠楠，我知道你从小没有爹爹的疼爱和保护，只有娘亲，所以你不允许任何人从你手中抢走娘亲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娘亲其实也和你一样，也是需要别人的疼爱和保护的。小叶，你和我老实说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我娘亲的？从药王岛开始，我就暗自立誓，非你娘亲不娶。这么说来，你一直在利用我，接近讨好娘亲。我没有，楠楠。没有个屁啊！原来我是那只野猪，娘亲才是那只飞鹰，我只是你捕捉猎物的诱饵。抱歉，我搞砸了。楠楠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是我太操之过急了，我以为他会对我不一样。你错了，楠楠正是因为太在意你，所以才会那么气愤。说不定给他点时间考虑，哪天就想通了呢。行啊，别垂头丧气的了。明日就是四国大赛的选拔赛，你赶紧恢复你玉阳君的架势，安心比赛。嗯，放心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从来不缺少动力和决心。你真这么想？当然了。那明日我要以医疗卫的身份去参赛。不行。为何？太危险了。四煞膏的解药我已经研制好，交给莫贤了。余作霖的计划对咱们根本就构不成威胁。这几日我派暗夜卫紧盯余作霖的动向，发现他根本不在营地里操练队伍，而是不知所踪，根本没有出现。我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。
或许余作霖还有后手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不想让你一个人冒险。而且你说过要尊重我的选择，让我们互相信任，不对吗？话虽如此，可是……可是余作霖是不会放过杀我的良机，对吗？你也知道，余作霖是我的敌人。他为了对付我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以楠楠作为突破口，让孤夜白冒充楠楠生父。你了解我的，我有仇必报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再说了，有我在你身边，说不定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呢，是我亲手给你缝制的护身香囊，里面放了清心草，这样长期佩戴对你的晕血症有所帮助。最重要的是，希望它能保佑你明日的选拔赛平安顺利。这好像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吧？那你要不要？要，当然要，本君要一辈子带在身上。既然你收下了，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喂，好吧，不过您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明日比赛一定要待在我的身边，寸步不离。没问题。第一批五草散成了。两人便可。很好，这次服用之后，力量跟速度都有显著提升。明日便让叶家军尝尝这五草散的厉害。门主果然言而有信，这五草散的药力果然远超于三十丹。事成之后，本将军定有重谢。青龙，金姑娘，莫非你是特意来为我加油助威的？对啊，专程来看你笑话。那恐怕要让金姑娘失望了，这次我可是势在必得。在想楠楠？她估计还在生我的气吧。你想多了，不过你们口是心非的样子倒是有一拼。今日出发之前，他还在跟我打探今日比赛的准备情况呢。他就是拉不下来脸罢了。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队长握手，姓叶的，将军山依山傍水，风景秀丽，是你不错的埋骨之地。不错，余家军定会在此长眠。下面本官宣布，四国大赛选拔赛正式开始。小主人，你确定不去了吗？现在去我们应该还赶得上。
不要打扰我。不对，我们好像一直在这片树林里打转。我们有罗盘的引导，怎么会错了方向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座山是一座矿山，导致我们的罗盘失灵了。你们过来看，这是蔽日菇，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、光照较少的地方。如此说来，我们一直在将军山的北侧徘徊。根据地图显示，战旗应该位于将军山的南侧山脚。此蘑菇背阳而生，因此得名，所以与它朝向相反的方向便是南边。事不宜迟，出发。于作霖，你是找不到战旗所在，特意求我给你带路是吗？于将军，你可真会说笑。本将军只不过是认为，相比寻宝这种无聊游戏，还是杀人比较有趣。我只要把你们全都杀了，战旗我可以慢慢找啊。统统给我杀无赦！秋草黄，人间数落几道伤，不曾荒凉心岂能发丧，你我怎随天意遇上，年轮复写了几卷，一命运如常，梦在越沉越不完，明月思念为伊人勉强，就让这眼泪好强，你心事隐藏，人影过后荡，借出时光执手痴狂，纵横过千险。